I am done。夏轩深夜影片道别，谢谢你，再见。网友猜测分手小16岁男友。夏轩六日深夜在 IG po 出一段影片，疑似宣告两人分手。I am done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浩，我是夏小轩的男朋友。夏小轩与黄浩交往近四年，虽然两人相差16岁，但夏小轩由于症到康复后都是小16岁男友不离不弃的陪伴，感情一直稳稳的。夏小轩出道20周年的主打 MV 更与黄浩大方放闪。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，我就害怕眨眼，要决定此刻不是幻觉，刻下这幅画面，带着男友上路综女儿们的恋爱第三季之中，透露出两人的代沟及需要磨合的点。我帮你点了一杯卡布奇诺。那我的那个 MV 里面有那个泡沫那个。哪个 MV 啊？哪个 MV 啊？卡布奇诺，那是我的歌吗？第一张专辑啊，第一张专辑。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。有时候负气，你也会生气的。你真的要看你的情绪了。小公主，对。她是一个小女生，需要我一直哄她。你不让我睡觉，我不让你睡觉。对，你要不逼我陪你看电视。但是那时候我睡不着，所以呢？很无聊啊，很无聊啊。你很自私吧？你很自私吧？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你打电动，没有，真的。就是这样会让我生气，这会让你生气，好像是一个那个瓶颈，你知道？因为我们要快三年，然后那个过程好像跨过的瘾，但是最好我没有，很多时候，很多次吧，很多次，对，好多次，最后对没有放弃，对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是我的前男友。41岁的夏小轩对于感情相当大方，丰富的历史也受大家瞩目，其中唯二熟悉的就是想要结婚的是萧小姐。你看我已经要哭了。你们当初真实生活中的第一次接吻，是什么？这我还记不记得？你记得吗？记得。那是白天还晚上？晚上电影院里面吗？哎呀，你让我回你，你就忘了，你还一直推给我。虽然感情史丰富，但 Elva 的感情观很真相，值得大家共勉之。我觉得女生其实都可以拥有自己决定你的人生的方式，不要害怕去抓住那刹那间的幸福。爱可以战胜一切，是因为你真的相信爱。我就是天赋异禀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。